刷勾玉的都弄不太出来。OK， 法洛斯准备登场。雷欧跟兔子有差吗？兔子比较好拿，两个速度好像差不多吧。韩服法洛斯有瑞兰加鬼锁的玩法。OK， 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玩法。这一场哦，用 poke 流，好像不太实在，我们就用你说的这个打法。我们出瑞兰加上啊，不对，啊，我已经点名火了，算了，下一场，下一场吧。其实他们打扫把也没什么差，因为我的扫把等级比较高一点。昨天就有一个慈木，先用鬼手抓一我的扫把，发现哎不对，有点硬。然后他把全部人都打了一下，然后再加速慈母，再抓了一下我的扫把，发现扫把还是没死，他就直接按下投降按钮了。毕竟扫把等级还是蛮高的啊，没有那么容易死翘翘的。为什么会排到峰哥哦？缘分到咯。安安，是的，我回来喽。那开场我们点 Q 技能，法洛斯开场哦，有两种点法，一种是点一的，点一的话是必中的。点 Q 的话呢，伤害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失误率也挺高的。那我们这样点 Q， 毕竟我是一个指向技比较准的人。啊，法洛斯哦，压线的时候就是站到前面呢，按下你的 Q 按钮 ，poke 一下对面。嗯，我是用那个海马模拟器的。好，在这一次哦，法洛斯的被动有一个稍稍的改强，让自己的攻速哦又变得更快了。各位请看这么一个准度，白发那个白中啊！好，我们马上就要抢到两等了，我们现在等级来到两等，我与郭峰两个人同时冲上来，对着对面的 AD 一阵乱打，对面 AD 看起来，对面的 AD 跑掉了，没事没事，还不会输哦。好，下路把血量给换完之后呢，我们的血量比对面少一点点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只要峰哥随手一勾，你就可以把人给带走了。啊，峰哥随手一勾什么都没有勾到。救命啊，李星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快三等了，三等之后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好，比数来到了1-0，这一波呢，我下路也该拿点功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啦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发育，然后把 Q 给点到两等 ，Q 他一下。好，李信准备来到下路这里，我们闪电龙抓手郭峰直直的冲上去，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丝机会啊，碎啦、啊！我也是活下来。比数来到了3-2，我们下路得到了一波巨大的胜利，兵线也长得很好。先买个长剑吧，装备挺不错的。下都没闪，谢谢 Melu 三个月喽。刚是被他给烫死了，没办法啦，我还活在你们的心中。大家知道我存在过就好。
我们先吃点冰。一只。塔前全吃来了，叔叔塔前有练过。轻轻松松啊，好，我们两边的角色都是这一种打一波打一波的，只要机器人可以勾到他们 AD， 我们下路就可以胜利了。那如果是勾到牛头人的话就没什么好说了，准备岔赛。哎呦，人来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愚蠢的艾格雷夫，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可以见到我呢？刚好 JJ 是一个警戒心这么重的人，在我走进那个草丛之前，我就知道格雷夫在里面了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已经看到李星哦被牛头人给震了起来。来哦，也是没有什么逃跑的机会了。再会了，李星，你有没有活在我们的心里？嗯，看起来今天的风哥呢，热手还没有完全的完毕，目前勾中的几率还不算太高。好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峰哥我救你啊，救到了峰哥，救人的感觉真的是很好。哎、欸、嗯，救了人之后他又冲出去死翘翘，这样感觉就有点不好了。比数来到了3-4，我们这边峰哥哦走了呵呵，走了出去，有一点点被 bait 了，没办法了。好，我们就尽量的把兵线给推一推吧。OK， 兵线推好推满，接下来我们准备 record。 这边呢有一个粉眼啊，打掉好了。血哦，音乐有点太大声了，我把音乐调小一点。法罗斯可以带明火吗？是的，法罗斯是可以带明火的，有几种点法，一种是带风暴浪涌的破克流，还有带雷霆的破克流跟带明火的破克流。哎，奇怪，我到底该出什么、啊？其实我不太知道现在的法罗到底该出什么、欸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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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先把这个也升级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塞这样。穿了浴衣哦。可以啊可以啊，这个朋友有难我是一定帮到底的啦。好，在这里哦，我们机器人直直的冲了上去，我们抓住了对面的 AD， 对面的 AD 哦看来无力脱逃了。没事没事，上路没 TP， 上路没 TP。AD 没闪哈 ，AD 没闪 ，AD 没闪，我都记好了，我从来都不会忘记任何事情。好，谢谢 DY0127 3个月喽。
谢。嗯，我们现在下塔呢，看起来有一点微妙。这一场为什么我没有出那个飓风加鬼锁？是因为我的天赋是拿来 poke 用的，那一套呢是拿来普攻用的。好，我们射了一下对面的 AD， 看起来有机会把他给追死。我们试着把他给追死，有点想太多了，没事没事。好，这里敌人把疾风飞龙给击杀掉了。哦，疾风飞龙都被吃掉了。然后来杀人吧，跟着风哥到处杀人呢。我现在 Q 看起来不太厉害，是因为我等级有点低。好，在这里哦，我们有一波中路的压塔机会，这个时候就是法洛斯的 Power Spike 了，看我随便 Q 两下，对面就准备要回家了呢。OK， 又 Q 到了牛头人，牛头人扣了248滴 AD 没闪，有人来送了。OK， 比数来到了6-8，我们机器人把对面给勾过来之后呢，自己的小命就消失了。没事没事，不亏，按内还可以，我去下路再弄一下。啊，谁说我 Q 不痛？痛到爆炸！通道爆炸啊！这个也通道爆炸。我们先把魔剑正宗给搞出来吧，魔剑正宗，然后补个鞋子，再来哦，我们就可以去中路 poke 了。我们先下来吃小兵，下路给我，下路给我。这一局没闪。哎，下路给我，下路给我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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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个游戏哦，两边的 AD 都是一样哦。游戏30分钟才开始啊，法洛是033，法洛是033哦，才是游戏的开始。哎咻！哎咻！哎咻，哎咻，好，我们把下路给推一推。我们现在等级哦，已经是相当的高了，至少是对面 AD 高个两等了吧。OK， 回家买装，来去中路 poke 了。对面 AD， 哦，等级八等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补个大招 ，OK， 来中路 poke 吧。就是我们准备来到中路，各位观众 ，Power Spike 来了，射气球的时间到了。他漏了下路这一波兵，他等级就要比我低了。我们该看的是哦，中路跟 AD 两个等级加起来啊，他们这样子少一路可以吃，等级是绝对比我们低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到中路 poke 射一发呢，是361滴，还有1101滴啊，射个4-5下总会死的。啊，又射到他了。这里呢，坦肯奇奥也从上路飞了过来，但是
然后被我们法洛斯给疯狂输出了，对面好像没有什么活命的机会，我们石头人直接单杀掉对面 AD， 啊，坦肯奇又把牛头人给吃回来，这个时候对面中路也飞回来送头了 ，Ace， 脂肪打出了一个 Ace 啊，这一波就是因为法洛斯的疯狂输出啊，不好意思 ，Power Spike 到了，好运姐 Power Spike 还要再等两件呢，他们太着急了。这游戏不能挤，要稳扎稳打，快快快快快快拆快拆，拆掉拆掉，通通拆掉拆掉，拿来送了，哦是我，没事不亏了。这边呢，虽然我们的生命是消失了，但是换到了一个蟾蜍，还行。吃冰啊！然后先买一个速度之靴，再来哦。我们准备弄这个暮色黑刃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。这个暮色黑刃呢，它的材料有。长剑跟多兰剑啊，组起来之后很痛很猛。讲完法洛斯一定要出这一把。哦，眼睛可以吃。还有一条火龙可以吃呢。顺便再 poke 一下他们。我的这个伤害哦。气死他们！啊，对面来了一个来送头的，啊，我们直接把他给定住。没有牛头人啊，又接了我一剑，牛头人已经剩下了一丝丝血，我们风哥直接闪现大招，再一个钩子将他给带走了。牛头人看起来反应有一点慢啊，我的剑都飞过去了，大招都还没开好。没有，追起来啊！我刚射到了几次牛头人啊，三发中三发哎！啊，回去先补个鞋子，把西蒂亚给升高一点。现在西蒂亚已经来到了，砸啪！技能都变快了呢，快了0.8秒。好，这里我们准备跟石头人一起杀人。对面这个牙树想要挑战石头人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胜算啦，啊，石头人一个人都可以单杀他了。好，现在牙树哦正在持续的奋战，看起来石头人只是非常轻松的将他给带走了。那我们再带走一个格雷夫吧。没看到，小小的失误而已啊，没事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我们遭到了敌人的虚弱，现在血量哦已经掉得非常低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法洛斯哦是一只就算只有一滴血哦都能持续存活在战场上的角色。我还是可以输出的，大家不用担心啦，我输出还是很够，十发中一发就够了。拆个上塔，哦，啊！没有打到果实。OK， 比数来到了17-18，看起来这一波呢。我们有点小小的不赚而已啊，没事，人生哦要看长远一点啊。脚闪现浪费，脚闪现还是得挫赛的啊。那个牛头弹下来，还是可以把我给怼爆啊。
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先射一下那个果实，然后再按闪现闪到果实的上面去，这个样子我就可以当的弹下去了。但是看起来刚刚速度好像也不太够。好，先吃个红霸，再来，我们再准备来去上路。谢谢刚刚 KSM 翁五个月喽，感谢，冲啊！我遇到一头牛头人了。这边呢，对面的 AD 哦已经跟队友完全的分开了，在这边我们R动了。跟没阿道一样，没事没事，再破壳一下。好，破壳打好打满，对面已经全速残血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吃巴龙的好时机了。走吧，我的各位队友们，我们去吃巴龙吧。别吧，算了吧。哎，有一头牛可以杀哎！好，这里牛头人被勾了过来之后呢，没有没有任何的活命机会啊，一下子就被打死了。哦，哎呦，碎啦碎啦 ，double kill， 输来到了20-18。老板，水饺再来更多大份的。嗯，我已经感觉到了有一个大颗的水饺要来了。好，这里我们石头人直接闪撞撞到了敌方坦肯奇，对面这个坦肯奇哦确实是挺硬的啦，再硬再硬也是撑不了几秒了。比如说来到了22-18，再追杀这个。大碗的，大碗的，好吃。我们刚刚来的不是水饺店，是吃到饱餐厅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血量啊，虽然有点低，但是先保队友，把这条火龙给吃掉吧。有了这条火龙之后，我们回家攻击力就可以到300点左右了。OK， 先吃火龙。嘿呀，好，火龙吃掉了，我们来回家买装，有点不妙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嗯，现在的话呢，有几个选择，你可以转暴击，或者啊，就出这个问候他全家。好，我们就挑多明尼哥的问候他全家，288攻击力了。走喽！现在 Q 一下哦，900，Q 一下900多。要是买 BF 哦，就破300了。嘿下，好看我的破克，我们再破克一下，583滴，打的他们 AD 不要不要的。啊，破克这个也是很痛，然后没什么活命的机会了。GG 思密达。比如说27-28，我们在中路呢打了一波，也看不太懂是什么啊。这个就是吃到饱餐厅最后的那个甜点吧，只会来一份而已啦，一份就够了。
好，甜点吃完了，我们看起来哦是可以准备结账了，来吧，结账喽！吉吉思密达，真的结束哎，再打一波好了，没怎么玩到啊。不行啊，不行啦！来，还有一点活命的机会，不行，一起上车。好，我们两个同时上车，但是，还有一台车。好，连搭两台车，我们非常轻松的就逃离了案发现场，赶紧绕跑啊！好嘞，回家买大钟喽！多名尼哥的问候他全家，我们已经320了呢。Power Spike 终于到了，这李金真的是好人哎，都有等我上车。那石头人是不是可以 TP 过去把他们给 GG 啊？好，对面已经开始吃巴龙了，那也是最后对手最后的挣扎了，他们是一定会在这里被 S 的，不用多说，不管是什么姿势，一定都会被 S。就如同我开场所讲，干这些的指向机是很准的，以你这种打法是不可能。他脚惨，不能算了。哎呦，鸡鸡喽！克里斯不如赢。然后这里我们阿里奥使出了闪现嘲讽，但是对手的反应也很快啊，轻轻松松的就挡掉了。虽然阿里死了，但是我们取得胜利，这波很赚，GG喽！等一下我们的输出好了，感觉输出就很厉害，2万0474，全场最高。